脸书资安系统形同虚设，又报收集个资赚广告。Mobile Sihe 一份新报告指出，脸书利用约会程式收集用户资讯，在泄露用户个资给许多公司之后，这个社群媒体还被抓到从 Tinder、OKCupid、Grindr 这类的约会应用程式收集用户隐私资讯。你的个人资料、健康数据、宗教偏好等资讯都被脸书看光光啦。这份报告指出，如果你用脸书账号去登入这些应用程式一次，脸书就能够透过账号去追踪连接上面的资料。这些资讯是选用脸书 SDK 的应用程式开发商给脸书的，用户在 App 上面花了多少时间，点阅什么内容，就这样给了脸书。原来脸书就是透过这些 App 来收集资讯，好知道给用户量身打造什么样的广告。报告指出，无论用户是否登录平台，这些资讯都会发送给脸书。脸书也确实在资讯政策中声明，他们利用来自第三方应用软体的资讯来制作针对用户的广告。但是脸书真的有这么透明诚实吗？根据 Mobile Sihe 的报道，有些 App 的开发商以为他们给这个社群媒体龙头的资料是匿名的。对此，脸书还特别发出声明表示，如果用户选择退出个人化广告，那脸书就不会再从这些 App 收集资讯，对用户播放针对的广告。各位广大的乡民，请告诉小编，你的脸书真的有这么听话吗？